各位朋友、网友们好，欢迎来到《桃花源记》。今天有个好消息和各位朋友、网友们分享，我的会员频道开通了，欢迎各位加入。我每天可用的时间非常有限，因为要洗衣服、做饭、打扫卫生，还要接送孩子上下学，同时抽空做视频，所以一直以来不能一一回复网友们的留言。但是以后会优先回复和解答会员朋友们的问题，为会员提供古董收藏品方面的资讯，也可以提供拍卖会的信息资料以及分享网店经营管理经验，当然还有露营经验交流。会员需要付基本的会费，会员分为四类。第一类，优先回复评论，每个月的收费是$9.99。第二类是电商资讯会员，每个月收费是$19.99。第三，古董拍卖资讯会员，每月收费$24.99。第四，汽车拍卖咨询会员，每月收费$49.99。如何加入会员呢？第一，先打开我频道中的任意一个视频，然后在视频下方的题目或是标题的右下方点击小蓝框方框中的加入。如果是英文视频，就点击 Join， 点击完后会出现一个新的小画面，画面中有四种会员选择，请选择一种后再点击小画面中右边的加入，就可以付费了。付费方式可以用信用卡和 PayPal 等。谢谢各位朋友、网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。